于石朗浮潜区疑似有六名潜水客因体力不支及海象不佳，无法自行上岸，本所随即派员前往处置。抵达现场，经确认，遭海流带走之民众为三名男性，无法自行上岸，故于海面呼救。所幸当地潜水教练发现后，随即前往救援上岸。经询问，民众均无受伤及身体不适之情事。本所在此呼吁民众，如有发生海洋保育、救生救难等案件，欢迎拨打海巡服务专线118，由本署竭诚为您服务。